擦水。弟弟不要再讲话，这样姐姐不能念书。妈妈，警车也来了，警察先生已进行交通管制，以避免危险。妈妈，那个小火车是什么？已经做好了。曲折消防车来了。开始洒水。好，坐好，听姐姐讲 ，OK？ 姐姐听讲故事给你听，坐好，不要插嘴。就在指挥车也来了。那个火车那个消防，no no no， 坐好。情境行第四次洒水。屋顶上有人。救灾救护大堆，大堆请立刻出动。那叫小虎了。好，你等会拿给姐姐啊。姐姐拿到小虎。好，放着。就塞车了。妈妈。救助带着来了。救灾救护大队队用圆盘牵个气将屋顶的铁丝网割断，大家顺着救助带往下滑，顺利获救。大家妈妈去哪里？救护车将受伤的人送往医院。糟糕，火势灭延到后山了，消防车出动。那个 blade。这样，消防直升机出动，从中空中一口气洒下水，火势灭，慢慢被捕捉。这是 blade， 这是 one lifter。树枝上有一只小熊。小熊也平安获救。灭火行动结束。耶！